Hello, everybody. Hello.啊！我又掉段位了。没事，我又没玩他新赛季更新的了。你狠狠邀请的，麦是反的，不是太远了。哦，sorry。麦反了。上下换一下可以吗？现在不方便换了，因为它这个是固定的，下面只能放摄像头。对，嗯，它是固定的，每个它那种。叫什么都会这个样子，对，就是只能上面游戏下面摄像头。但是这个你们就是有的人好像是 iPad 看不到还是怎么样，洗头了吗？没有，刚刚可能是头有点反光，对，光的原因吧，因为我发质太好了，绸缎般的发质。我去那个剪头发的时候，对，看不到人的话你用手机看试试，对，用手机试一下吧，因为 iPad 确实是一直了都没搞好。对的。我之前剪头发的时候，那个 Tony 说，你最近染黑了吗？头发？我说我没有啊，我怎么会染黑呢？说你头发怎么这么黑呀？我没有瞎编哦。哦，难道是吃了？我真的没有瞎编。iPad 能看到了是吧 ？OK， 能看到就行。OK， 那只有个别人看不到是吧？啊，奇怪呢。啊，是哦。白蜡烛啊，有些人看不到，哎，那大家只能用那个，哎，这个手机看一下撸，嗯，因为我们手机看是正常的，嗯，手机看特别正常，没事，我们就打一把，手机看特别正常，不上新药不下播，我是啥呀？啊，我是王者主播，然后我打两天，我看不到换手机了 ，OK， 大家也就打换啊，打个游戏就是可以用手机看一下，哦，平板看不到，手机可以是吧？大家如果看不到就手机试试吧。我真的有四个月，有三个月吗？两个月吧。确实很久没打了，两三个月没打吧。对的，大家手机都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不，就是有一部分老师他用 iPad 就是看不太到，用平板就看不太到。反正我感觉我有两三个月没打了。现在是王宝视角啊，现在是我的视角，给大家玩一把真机。对，但是我提前跟大家说，这个英雄我也是第一次玩。王宝视角，游戏没声音吗？就是，你把声音打开。嗯，现在有了吗 ？iPad 横屏能看到是吧？试试。第一次玩能赢，后面都会输了。人多，还是没有，游戏声还是没有。就音乐是吧？把音乐关掉了。那我把游戏声音开开。啊，对，你把游戏声音开开吧。哎呀，没进。哎，我怎么还有直播的声音？现在有了吧？哎，哦，你帅帅。不射手吗？怎么乱选？你快去！他神经病吧？我看神经病吧，要神经病啥的，有毛病。没有辅助，那我玩辅助吧。进的六个全是辅助啊！那我玩什么呢？全都是辅助，辅助不配玩游戏。上官板儿，那我就真上一手，我给自己一动。他就打不到我了。梁子哥，他都选了上官板儿啊，对面选了上官板儿啊，对啊，他敢飞，我就敢霸道的按住他。有那么霸道吗？其实我头发真的不油，真的是刚刚那个，就是可能反光还是咋的，打个顶光吧。我头发真的不油，很正常的头发，多霸道，这摁住他呀！
确实。对，是因为我发质太好了，不好意思各位。大佬六六六，不好意思，是因为发质太好了，反光。摁堵摁堵，撅嘴转五十。绿绿绿绿绿绿，确实他们好肉，绿绿他们好肉，你还跳舞了，你还有好意思跳舞？我就跳，我要是对面，我要是对面的上官玩，我真的可以把这个真机杀穿。就跳就跳就跳，我跳我跳我跳跳跳，哎，打到你了吧？小心没吃到冰啊，记得吃冰。哎哎，你去哪儿？我没吃到冰。干他了来，干他，滚过来来，干他，干这个夹子。我看你是想数死夹子，死夹子。数，哎哎，交闪不死啊，交闪不杀，交闪不杀，交闪不杀。这个是，搞他，搞他，搞他，交闪吗？搞他，你交不交闪？呜呼！哎，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我交闪了。为啥呢？我按错了。好的，好的。一够夹子，够夹子，够夹子。哎，这真机好那个呀！现在夹子，够夹子。上官婉儿恨我，恨透你了他的。你恨我吗，上官宝儿？你恨我？我走了啊。好哦，我不需要帮助射手了，蓝力王去了。来，滚过来，来看看你什么货色。你什么货色？什么货色？你是什么货色？你是什么货色？你打我的老公，你打我，你敢打我？你是什么货色？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什么货色？你什么货色？哎，快点，好好，你是什么货色？回家。哎，你是什么货色？疯狗，疯狗。我有大，我有大，我有大，我没蓝，我没蓝，你有大，我没蓝，我没蓝，我偷。哎呦哎呦，飞呀，你倒是飞呀，怎么灰溜溜的跑了？哦对哦，其实真机现在上官不是很好打哦。对呀、啊、他可以把自己冻上，一技能打到自己身上就好了。对呀、啊、你打他的时候留个一技人，是不是？一技人是啥？一技人有一技能打的人。一技人是什么？元哥。来，你是什么东西？我摁，我打他呀！哎，好好，非常棒，非常棒。现在让我们来会一会这个上官宝儿来了。这个兰陵王在干什么？会玩玩，不会玩数。哥哥，你死，你死！哥哥哦吼！呵呵，打得不错哦。我也来，我也来。抱歉。怎么那么贱呢？好贱的两个小男孩。把他拦，把他那个小球吃了。好，人参果，人参果，快点，快点吃，我吃。好，我保护你。好，吃人参果，吃了，吃了，他没人参了。放一排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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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Let's go, 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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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这射手不需要我管啊，我发现。哎哎，夹子，你敢飞我就敢摁，你敢不敢飞？你敢飞吗？你敢飞吗？敢飞吗？你敢吗？开麦，你敢不敢飞？敢不敢飞？哎，来呀！我直接放书，我把你打成筛纸，打他，打他，我直接摁住！哎呀，快点，放反了，宝宝放反了，我晕他了，放反了！一手闪现，直接交，这也能放反？你，我去帮一下忙啊！没想到他飞过来了，我也去看一下，我也去看一下。好，你们在这里躲着干嘛？你自己躲着干嘛？打他，打他，好，你自己躲着干嘛？好，宝宝，你自己躲着干嘛？好，你自己，人多了，人多，来人来人来人了，等我，我来，我来，我来，哥哥，我来。哎呀，哎呀，放错了，快点，快，疯狗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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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动，我死了。
好好好，走，我们回家，我们一起 okay, 双鸳好双飞，鸳鸯双飞，鸳鸯双栖蝶双飞，走，一对悠闲的小情侣。对啊，我走的比你快。什么好吵啊？明明不吵。我腿长一些。是，确实，我穿着包臀裙，我走路不是很方便。也是参加 Met Gala。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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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你参加 Met Gala。请求集合来。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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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神经病吧，人家在下面蹲什么蹲？蹲什么蹲？人家打架呢？蹲什么蹲？走，冲，走，走，这一步绝对，这步绝对，三个都拿下，绝对都拿下，好，绝对拿下。死吧，你先死，你先死。哎呀，没死，没死。哎呀，哎呀都没死，哎呀都没死，死了一个都没打着。他现在没大，现在没大。哎呀，现在没大，现在没大，蛇通向、啊，现在没大，现在没大，快点，他等会有大了，好了。哎呀好烦那、啊、这三个人分头跑谁都想打死了两个啊谁都想打一下夹子活着有啥用呢夹子也是夹子哥谁也没保上他现在不能过来打我一下吧哎呀疯狗快跑宝宝快跑你去死啊 OK OK 就这呀 OK 就这呀打我呀哎哎哎哎疯狗朝中路去了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给你们打个信号好那我不打那我不打哎疯狗没有疯狗来打我好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嗯就这哎呀就这完了完了我数到零头哎你数了打死他宝宝打死他宝宝你数了我叫你干什么嗯疯狗呢我总感觉疯狗也来哎呀我好蠢啊我刚刚应该把自己冻上的对呀哎呀蠢不一个对呀哎呀，蠢不一个了，老天哪！这里又打起来了，还是不熟啊，还是不熟啊，没有熟练的掌握这个小精神。好，好宝宝，加个盾。哎呀，不行，下边有线。哎呀，疯狗，哎呀，疯狗，哎，我去，我来。哎呀，疯狗，我来。宝宝别怕，宝宝们别怕。宝宝们，你打，哪有宝宝们？打哪儿？哪有宝宝们？不好意思啊，你有分身！哎呀，救命！哎，快点，快点，快走，宝宝，我抓，快点，快点，快点，动，宝宝，哎呀，好宝宝，好宝宝，好宝宝，滚！我现在没有大招啊，飞过来你就只能被飞了。哎！我亮他也不敢飞，因为我手上有九阴真经。我一会儿狠狠的给自己冻上，我变成一个冰雕美人。我有九阴真经，我有九阴真经啊！你怎么还飞得起来呀？嗯，怎么办呀？我们又没冻自己。哎，还不走？哎、还不走？我把自己冻上了，还不走？我把自己冻上了。冻上原地等死我几球把自己冻上之后我的队友会过来把他们都杀掉然后我就美美脱身还是没了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夫妇上上把家还了啊，这是在干嘛这夏侯惇没见过他呢没见过谁夏侯惇呢他一个人都他都在单刷打穿了都他是单机太厉害了保护一下射手，我来，我来，我来。你这个小嘎罗，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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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长臂猿，好，打起来了，我来，打起来了，这边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臭夹子。哎、okay ，有人追我，谁在追你？是不是那个疯狗？哎，能摁一个是一个。他被我反杀了，不好意思啊！啊，被你反杀了，疯狗被你反杀了，不好意思。天哪！看来还是穿包臀裙的更厉害一些啊！天哪！臀包万物！天哪！你居然把疯狗反杀了！当然了，无敌！疯狗看到我美、哎，看到我美丽的身姿都走不动，哎！哎！夹子、哎、夹子、哎、我直接一个盾哎我直接开盾死夹子好漂亮直接 A 直接拆直接拆你敢飞我就敢抓你敢飞我就敢摁
你敢飞我就敢摁，你敢飞我就敢摁。哎呀，哎呀，哎呀我没动伤，我没动伤。哎，我懂。哎，疯狗。哎呀，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拆它，直接给它拆喽，直接给它拆喽。哎呀，不行，直接给它拆喽。没边儿了，没边儿了，没边儿了，没边儿走了，给它拆喽，给它拆，嗯，给这个伽罗拆喽。有个小女孩失踪了，哎、她在干什么？她闪现过来了，直接给你冻上。臭夹子闪现过来，小孩可。我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就我直接一个摁住，拜拜，直接拜拜拜拜拜，上官宝儿，哎呀，好多人呐、啊哎，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 ，No stop stop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哎，杀了，疯狗疯狗疯狗 ，OK OK OK， 直接来，抱歉直接来，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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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抱歉，打得不错哦。金牌法书，哎，我居然不是 MVP， 当然是我了，是你吧？哟哟，点个赞，给我老婆点个赞 ，very very good， 看到了吗？14.5的高分，14.5，14.5，14.5，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 Very、你们都看到了吗？Yes, yes, 你们都看到了吗？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再来吧。好，这把打快。好，打得太顺了，再来一局。再来吧，输了咋办呢？输了就数呗，输了就好，可以。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能输能赢。这什么时候剩的小山楂呀？我怎么知道？放在这边肯定是你喝的呀。还问我？那这个家里还有谁在你这剩个小山楂？好了，来，喝完了。问一些这花的狗的。哎呦，原来步兵的也这么好喝，什么这把必输，不可能的。哎呀，这个二楼是什么名字啊？哎呀，真是我的直播的哥哥，给打个码。我这把玩什么都可以，我这把玩什么都可以。你现在你。现在立刻把我现在把他，我现在把他语音打回哥，我的直播，你丢大脸了，哥，我的直播，哎 ，OMG， 哎，我什么随便玩玩，哦，这边有奥米加，我这边玩一个安楚拉，哎呀，现在能看到别人的头像真是好尴尬呀，确实。哟呵，哟呵，我按楼是什么头像啊？房子着火我睡觉，房子着火我睡觉。嗯呐、啊，哎，这把换我的视角吧。怎么换？现在换吗？对，好，可以换吗？可以。你直接投吧，我把我的关了，停止了。投到哪去了？OK。OK。那我这把打的垃圾一点也可以吧？你要把声音打开了。国服玩不上场吗？我。啊，我没有声音，我太久没有玩过了，我把系统声音关掉了。我进去再开。啊。我太久没有玩过那个叫什么了。给你充一下吧。我太久没有玩。我还有17呢。哦。我太久没有玩过，没有玩过上官儿了。上官懒儿，上官懒儿，上官懒儿，现在有点懒，懒，懒儿，这皮肤很好看吧？上官婉儿，现在有声音是吧？上官管儿，上官管儿，上官懒儿，上单管儿，上单懒单，关你什么事啊？谁没选英雄？你完蛋了，你没有选英雄。我没网，你怎么会没网呢？我不知道啊。你选那个墨迹。我卡了，你是辅助墨迹，我卡了，完蛋了，你已经进去了，都怪你要换啊，给我换卡了，早让大家看我的墨迹了，已经进去了，墨迹，我现在只关心一个问题，我墨迹到底用的是不是新皮肤？
是的，哦，没找到我是吧？没想到他是摸鸡，我找了半天，他没找到，不好意思，没看到摸鸡什么时候变这么帅了？我以为摸鸡是个大怪兽呢。摸鸡丑死了。什么话？丑摸鸡。我以为后羿呢。啊那。我以为后羿呢。像后羿的那黄金射手座。那。小矮子走路了，老铁没给你看过走路。我都进游戏了，还要让我看广告？老铁，看到没？哎，我是辅助啊。对啊。啊。看到没？我骑着小龙呢，看到没 ？Oh my god！ 哦耶。你在哪儿？你等等我呗。哦耶。哦耶。哦哦耶。刁子姐。我射没射到，走走。好你个刁子，那个有个夹子，有个夹子在那边，射到了，有个夹子在那边，没事。我射射到，没事没事。哎哥哥，去死，滚出来来。看看你们，哎，你什么？哎呀，滚！中路怎么没有？怎么突然冒出来了个野猴啊？别打我了！那小兵儿，小兵儿吃的皮肤，那不纯骗钱吗？对啊，纯骗钱吗？诈骗吗？只有我能看到，对啊，别人看不到，那不纯诈骗吗？那。你要想让队友看到，你还得分享给他。神经病！哇，这刁子姐这才几节就要越塔呀？妈呀，这刁子姐！猴，你别吃我的小逼儿！有猴，有猴，这里有猴。哎，没打到，我逃回来了！哎！免空了吧。你把他气死了。哎呀，来人了，我数了，早知道不那个了，我以为你还在呢。哎嘿，悠悠，大丈夫ですね，打得不错哦，大丈夫ですね，大丈夫ですね，大丈夫ですね，我吃，大丈夫ですね，猴子气死了。老铁们双杀，谁买了？谁买了？谁买了小兵皮肤？我瞧不起你，笑你一辈子，笑你一辈子。你去跟个射手吧，你紧在我这里晃。哦，还有射手吗？我们家，不好意思，有点爱你，就想跟你。哎，你怎么又飞过去了？我喷他一口。哎，我再喷一口，他没血了。他又没血了？嗯，这个刁子姐。猴子，猴子，猴，猴，有猴，有猴，这里有猴，这里有猴。嘘，满船魔旗，忘点大招了。哎呀，真是个笨蛋，真是个小笨蛋呢。射手的命也是命，这草里绝对有东西啊！刁子姐，刁子，我射没射到。我滚！你还想跳我？再打我来来来来，打我来来，我打死你！你还想跳我？小姐妹，哎哎、小姐妹，抱歉。哎，有猴你还往哪里走？傻杯嘞！哎呦，真是个笨杯，笨成这个样子玩什么射手啊？不如乖乖玩辅助呢，让我去玩射手。真是个小笨蛋，我也是个小笨蛋，没打开。来呀，来打我了！那个声音好小，你自己的游戏声音都没打开。怒车出击，猴在里面。哎，猴，啦啦啦，没有关系，我打死就是你打死的，你打死就是我打死的。妹妹抢掉一个人。小猴子 ，Are you OK？ 刁子，你很刁钻的、啊、刁子。打，没打到。好，我打，打
到了。好，哎呦，伤害这么高！你干什么，刁子？你干什么，刁子？关键抢夺！欧米伽居然被刁子抢了！哦，刁子你！看到没，我力无虚发，不但力无虚发，什么力无虚发？哦，不好意思，我……哦，他们还有个吕布啊，猴子！哦，不是，是吕布。看谁都像猴呢。我看你是，哎，我呸！哎，我只接一个大招。我喷！到底谁是猴？滚过来，来！我喷！滚过来，来！我看你怎么打！我看你喷！我喷！我喷！配合默契，配合默契，配合默契！你们谁也别想吃我这波明显，我没拦，我也不走。我喷！好。保护一下，狠狠保护上，狠狠保护上，快走快走快走！哎，你这个射手，你要是死，你就该死。OK， 就走了。打到你了吧？哦，这是我们家的呀，没打到。谁呀、啊？典韦啊？哎，怎么输了？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大闪呢、啊哎？我有，我真好啊，宝宝！去你的！我真好，我真好！我去！我直接一个大闪，什么闪？我闪鬼粑粑。闪粑粑！我直接，我这哎没打到！哎呀，没打到！刁子姐来啦，抱抱！给你拖延一下。哎，嗯，哎，他们一对情侣，快点，貂蝉和吕布，嗯，来来来，干他们，干他们，干他们！刁子姐死，好，吕布也给我死，怎么办？吕布也给我死，我要数，吕布也给我数，吕布也给我死！哎，我走！吕布也给我死，吕布也给我死，吕布也给我死！哎呀，吕布也给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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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布，吕布。算了，死！哎，我伤害不够，伤害不够，我把他老婆打死了就够了，我把他老婆打死就够了，快走，快走，快走！我喷！死夹子又来了，啊、死夹子！我喷！啊哈！呜呼！他还敢追你吗？应该不敢追你的吧？他不敢，他追不上我。我被死夹子打死，除非我没喷到他。我吃了，回家啦。好，我现在是无敌安曲拉，无敌安曲拉，现在开始蹲人。宝宝，等等我，等等我，蹲人！我来了。伟大！他们都在追我，你说他们都在追我！哎呀，宝宝！我来！都给我死，都给我死！哎呀，喷歪了！都给我死，都给我死，都给我死！哈哈，哈哈！哦，抱歉，呵呵，不出哦。我在等大招，你在等什么？在等屎。哎，这个蠢杯射手，哪里在哪？哎呀，蠢杯呀、啊，把我也害死了！你真是个……往我这里跑！哎、往我这里跑！宝宝，宝宝，猴子死了！我直接，我直接一个大招，直接喷死你！哇，你看到了吗？ Okay、我刚刚差点把猴子打死！哎，是厉害！貂蝉，貂子，貂子，貂子！哎呀，他怎么只有92块钱啊？穷杯，不值钱的东西，又不许出来打架了。92块钱，我不如打个超级币。以后不要当恋爱脑啊！真是浪费，浪费我一个炮弹。你也是恋爱脑吧？你也是恋爱脑吧？你也是恋爱脑。哎呀，没喷着。哎，我吸。你也是恋爱脑，你也是恋爱脑。有猴，有猴，宝宝快跑！有猴，猴在哪儿？中间，中间，中间。无所谓了，打不到了。我喷。哎呀，快跑啊！哎，不快跑！嗨。不好意思、哎、，Sorry， 扎实的收收 ，Sorry，Sorry， 哎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这个样子的话，真是很我喷没喷着，跑，会让就是他没有什么游戏体验这个样子，对的，对的，真的很那个，对，就是、对，嗯，哎，很一般，很一般呢、啊，我喷，我走，想打我，哎，有人，你看我，哎，嗯，有我喷没喷到。我喷，好，配合的默契啊，哎哎、配合的默契。我看你们打架呢，我走到河道里去了。神经，你过来干什么？哎、你过来干什么？我喷，你打我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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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哎，你看我站的好大，我站在这里我都不见了，看到没？嗯，那呗，变成个雪人了。刁子姐又来了，我喷，打刁子姐，你这个90块钱的东西。
貂蝉，你，你没数吧？你没数吧？你数，你数。哎，我硬接你大招，我看你能打死我不？哎呀，你这个 boy 给他挡了一下，不然之后一必死无疑。哎，小孩儿、哎、没吸到，我现在是无敌安琪拉。喷！哎，我死了，看到没？直接一喷就给喷死。天哪，我好可惜，我十四杠一啊，我居然使了一吃。必输 ，MVP 必输，不好意思，无敌，就是这么牛 boy。MVP 必输。这把游戏非常非常的顺利，金牌法术。嗯，多少分？我有14.6。天哪，双剑合！天哪，就只有我们两个，看到没？只靠我们两个人，天哪，他们只有六分！你们这帮废物！天哪，你们只有六分！你们玩什么游戏呢？你们这帮臭废物！啊，玩什么游戏呢？哎呀，不好意思啊，没有攻击你们的意思，因为人嘛，难免会有这个操作失误的时候。对不起，对不起。到这里吧，现在趁现在开心，就是时候停止，好不好？你如果现在开心，你一会儿打一把，让人摁着打，你一会儿打个三分，你打三分，哦，是会这个样子吧？难受一晚上。按理来说会是这个样子吧？是，按理来说是这样的。小看逆风的，哎，石头剪刀布，好，你我赢了的话就不打，不打，我赢的话就打，好，几把？啊，什么乱说？我怕你反悔。什么东西啊？哦，我说几轮？几轮？三局两胜。好吧，三局两胜。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一局，剪刀石头布。好，来吧。真真最后一把，真最后一把，真真最后一把，真最后一把，嗯，真是最后一把。嗯，你帮我拿一下手机，一会儿进英雄，你进一下。我进谁呢？把你的英雄进了。这还有5公里的队伍，24公里的队伍，7公里的队伍。对啊，每次这么说都会输。要是这把又输了，我就骂你。请选择你的分路。嗯，玩射手和辅助，我方可以啊。英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有个龙头的是什么东西啊？哪个？一楼这种。有个龙头的是什么东西啊？打野啊。哦哦，这个是对抗路。嗯，那我只能玩中路了，这个三路好像是射手啊。嗯、中辅射。那你玩中路还是辅助？我都可以，我都可以。那进英雄吧。我把盾山禁掉。嗯、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盾山特别特别特别恶心吗？当然了，真的很恶心，把别人推来推去的。打野带个瑶，我不跟他，我也不跟。瑶被对面选了。对呀、啊，那我这边来整上一手。准备。哦，我玩中路啊。嗯，可以吧？我想想玩死。直接一手小正太玩起来。我玩个啥呢？我可以玩这个吗？中绿啊，中绿，这是啥呀？扔了。我可记得你玩的还可以，好像还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这把能不能使用。嗯，有马可，其实也行，你一脚把它踢走就完了。嗯呐、啊，这是个丑东西。用也用得，用得用也用得，用下吧。用也用得，对，那马瑶特别闲人，特别特别的讨厌。对面有没有吸血的？吸血，吸什么血？你看要不要带这个梦魇？不用吧。看看，不用吧。嗯，要出专精装吗？出一个吧，用这个。出一个就一直在那甩呀、啊，甩死，甩死你们！
是我啊，是我。我选的是干将莫邪。他选的是一个抱着老婆丢剑的人。一个人犯贱就算了，两个人一起犯贱。难呐。宝宝，请做好准备，等等我。你看我的骑自行车，看到没？你看我的骑自行车。共享单车。我的没腿，我不用坐共享单车。我一个小炮，我唰，我唰。哎，你看到没？哎，我怎么也被打到了？我一个小炮，我唰，我唰。哎，小心，别吃到，别没吃到经验了。吃到了，吃到了，吃到了。我小心别吃到经验了，刚。我唰，我唰，一个小炮，我不把你们戳死。来，他来我就给他一定炮。给他一定炮，我在这边，没打到。给他一定炮，要去帮一下我们射手。哎呀，又没打到，蠢蠢的。要去帮我们一下射手，帮一下我们射手。给他一定炮。嗯嗯嗯嗯嗯。你走吧，小射手。哎，打到了吧？给他一定炮。我来了，宝宝。打到。哎，不，别人吃了这个狗。我来了。进进。给他一定炮。嗯，哎呀。哎，我要数，快走，快走，快走！追上，你追什么？你没看到我在后面吗？哎呀，哎呀，螳螂捕蝉，啊！啊！太厚了！莎莎，我也走了，我也走了，我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哎，哇！零杠四了，谁死了两次啊？杨戬死了两次了。逆风局，这就是你们要看的啦。这就是你们要看的逆风局，真的有够逆的，零杠四了已经。哎，打到了吧？还想吃别人呢，这有打野过来越塔就好了。这把不好打。哎，死了，你射手死了。好，给他一定炮。骑车，老公，我骑车来找你了。好，没骑呢，没骑了，刚刚没电了。是电动车。给他一定炮，闪现。哎。闪现的交了，吓死了，一出来两个大汉，给他一定炮。你又是在干什么？你交闪现了吗？刚刚没有。来了，给他一定炮，我直接一个回血，跟着我们打野，给他一定炮走。嗯，来了，给他一定炮，给他，给他一定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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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一定，给不到，我给，哎呀，射手 ，Are you OK？ 哦，他 say goodbye 了 ，say goodbye 呀。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看他们打野在干嘛？打野在打蓝。给你一定炮。快点，射手，差一点儿。射手，你拽不来，我就要数了。哎，你数了？啊。这狗东西的技能到底是什么呀？玩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云音吗？哦，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技能，他怎么进塔都不掉血啊？他，我也不知道，奇怪哦，没玩过云一，我也没玩过。敌轮消失，我都很少遇到完成的。就这样这样，然后那样那样，哦，听君一席话，胜读一席话。哎呀，杨戬又死了，真是个小废物。哦，没死，给他一定炮，没有炮。哎，打起来了，打起来了。给他一定炮。小球有点坏坏的。这射手被打得鼻青脸肿。没打着。哎，洗白。你在哪儿呢，宝宝？我骑车来找你。哎，又没打到。哎，好烦呐、啊！这个云音怎么那么能跑啊？我来找你了，我骑车来找你了。好 ，I'm coming。Yes. 哎，宝，来来来来，我的宝，快跑！来来来来来来，走，飞，起飞，我死。没死，谁死？好，先不死，一会儿再死。没死，谁都没死。哎呀，死了打野。有高音和低音。他们两个人把我们三个打死了一个。对呀、啊，然后我们一个都没打死。对呀、啊，奇怪，这一把有点难了啊。嗯。血量很危险。哎。哎，怎么有个小女孩突然就失踪了？消失了，哎呀，突然就消失了。给她一定炮。小女孩在那，哎呦我老天，没想到一下就被我戳死。给她一定炮。算了，不跟着她了，感觉跟着这个杨戬没有前途。没用，射手也打穿了，你要不跟射手？射手比较孤单。好吧。看我的战绩在向全世界宣告。哎呀。哎呀，宝宝，这是干什么？快给大家看我的战绩。你的战绩是多少？快看，一杠一杠一啊！耶、yeah. ，That's my 身份。不按乐谱排练的小音符，总是带来意外的灵感。哎，我傻了。我是干什么？没打到，好，没打到，走。走，没打到，没打到，乱打，乱打，乱打，直接乱打，能不能行？能不能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在乱打，我不知道戳着谁了，也不知道没戳着谁，全是残血，戳不着啊！还要打？交响乐有高音和低音，生活自然也有起起落落。哎呀，有点难呐。感受到了那个叫什么的，就是那个试读试读。太好了，他现在经济第三，就跟着他吧。谁？伽罗。你们别抓我们家射手了，他只是一个小射手而已。戳没戳到，哎，随时调视野都可以看到有个人在那犯贱，真是个笑话，戳死你了，哎，没戳到，直接去追，直接追，直接追，直接去追，戳，没戳到，我直接戳，没戳到，我戳这里，没戳到，可以还可以，这把团战打得不错了，哎、放了一百个技能，不要去找吕布了呀，你们没技能都去找他干啥呀？我有啊，哦，你有技能，我戳，哎呀，我整反了。丢了一百个技能，敌人只受了轻伤。这把团战还行，这把团战大大胜特胜。先把中塔拔了，好起来了，这不就好起来了吗？耶、yeah ！哎，这有蓝，这有蓝，打他两下。别打了，不打。没打到，没打到，都没打到，都没打到。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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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你不要脸，你天下无敌。我戳，戳到了，戳到了，戳到了一个那个射手少女。我就一，我就一眼没看到他。妈，这老杨姐还在这蹲呢。哎，没打着。有点焦灼，有点焦灼，有点焦灼。不按乐谱排练的小音符，总是带来意外的。但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就可能给你出我上一出，来就，来就，来就。哎，他在打龙，他在打龙，这不去抢了。哎，可以，好，死射手没了，死射手，这不是射手，死射手是打野，啊，死打野没了，死打野。我戳没戳到，好，我戳戳到了，好，滚过来了，再让我戳一下来，我戳没戳到。哎呦，这小乔怎么没了啊？小乔，对啊，蒸发了。都说了这个小女孩突然失踪，保护一下，保护一下小罗。我有点不知道我在干嘛。保护一下小罗，我们罗妹，罗妹，你罗妹，罗妹，罗妹怎么还是死了？哎呀，我放了100个技能，不知道在放什么。你把他弹开啊，他来找找罗妹的时候。弹反了，弹到他那边去了。哎哎哎！哇，这怎么能回血呀？没事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快走快走，马可转个大招，我们都得死。很棒，装啊！对啊，回的好快。不是，我感觉我玩的好棒啊，那只能玩到现在一杠一啊。怎么一回事呢？哎，也不死，也不杀。坠落谷底的时刻，会有音乐在你飞翔。又打起来了，又打又打，又死。宝宝，给他狠狠的杀上一杀，没杀着，闪现。你怎么一个都没死啊？清理兵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别被他赚大了，别被他赚大了。没人，哎呦，射手你走什么呢？你们这么多人，你走什么呢？哎呀，你走什么呢？哎呀，哎呀，我打不死他。哎，诈尸。我方劣势，必战。他玩的是干将啊，干将。我以为是在骂我。玩的什么呀？这是。我还是干将啊，特别特别忙，特别神经。哎，我也挺菜的，不好意思说射手。焦灼了这一把，但是我们的塔比他们的多。哎，我不会用专精装，多一个。我还是觉得以前那种一大坨把人戳死的。专精装就是可以一直丢啊，给我丢不准啊，丢不准，那你。一大坨就能丢准了，伤害高啊，但凡丢准就是又打起来了。我来，我来救，我来救，我来救救。还好还好，把他救下来了。哥别走啊，哥回个血。哥，哎哥，你怎么给我回了？他走得太快了。赶着去，赶着去，赶去干啥？又往前面冲。这谁也打不着。
这上路还有兵线的，不在这吃一下啦，吃一下兵线啦。他想吃我的，结果也没吃着，奇怪过了，你说我吃上野怪了，啥也要吃一口。你看他去哪儿了？你看看这个射手，老铁们，他有自己的想法。你一个人到底要去哪儿？等一下，那云音在这个草里一下子把你阴死了。有自己的想法，没有想法的一个小人。哎呀草！发现下一个烦恼，射手啊！啊，先清先一清！哎呀，射手啊，宝贝儿，宝贝儿，哎，宝贝儿，我去跟一下射手了，宝贝儿 okay, ，OK， 他一个人差点把那个加罗，把那个叫什么，把那个马克巴罗杀了，马克巴罗。哎，我连这个龙我都打不到，真是差一倍。哎呀，我这车都起冒烟了。哎呀呀呀，杨戬，哎呀。哎呀，这个是干嘛？哎，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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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死了，射手！车子起吗？宝宝，宝宝 ，I'm coming！ 下输了。这个云音好会哟、哦。那呗，我给你回点血。干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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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不干哎，别打了，有桥，这里有桥，别打了，哪有桥啊，有个小桥，不是我小桥一杠六的、这个哎，你能坚持一下吗，宝宝，我勾枪，你朝这个兵线掉、哎、你闪现过去干什么呢，谁闪现了、那个射手，他给大家助助兴，真是会玩，可以可以，但是他现在起来了，他到伤害是有了，加罗跟着他就好了，哎呀长得不那么厉害呢，哎呀吃个眼，好逆的风，好逆的风，都怪你们嘞，快祈祷，现在开始只有7%了，给我冲变成顺风局，现在开始变成顺风局，罗妹呀、啊，我语重心长的这里该找你谈一下话，罗妹，你不要一个人往前冲了，罗妹呀，罗妹呢，哦在这儿，罗妹呀，那有埋伏，这有埋伏呀，罗妹、罗妹，打野去中路了，打野去中路了，宝宝，我亲爱的宝贝，我给你一道墙、我给他一个东西，哎哎，射手射手，罗妹罗妹，哎呀，我说哇，这打野怎么还没死啊，嗯嗯、你也输了吧，杨戬杨戬，你这狗都丢不准，在你面前你狗都丢不准，他在你面前，你狗都丢不准。我们活了个打野，有用吗？看能不能清兵线吧。有什么用啊？两边的兵线都来了，你还活着呢，宝宝，往兵线上丢，往兵线上丢。丢不完，我丢不完。把他弹走，把他弹走。没弹了，没弹了，没弹了，没弹了。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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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极限，极限。哎，罗妹呀，又干啥去了，姐呀？罗妹，打红去了，打
打个红可以，打个红可以，打个红。现在主要是把兵线，罗妹，这只鸡有那么好那个吗？为了一只鸡，想偷。哎，草里有人，草里有人，罗妹，罗，好吧，你去死吧，你去死，你去死。好了，这下把我们大家都害死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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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大哥，开始撤退。一个人你看到吗？哎，大哥，嗯，哦，可以啊，可以啊，哎呀，我就是说你就是厉害，不好意思，哎，上路有线，上路有线，嗯，可以，别打了，别打了，哎，我走，快走，开始撤退，开始，上下路都是线，我方劣势必战，这是你说出来的话吗，哥哥？哎，他们俩为啥没回家呢？刚刚？为啥回一半不回了？为啥不回了？不知道啊。两个人回一半，老铁都有线呐、啊。突然不回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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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下线，没人管你，狠狠的把塔拆了。哎哎呀，又极限了一波嘞、哎，老铁。幸亏，这叫什么？这油尽灯枯。油尽灯枯，证明我们要赢了。你还又冲过去干嘛呢？罗妹，这是干嘛呢？这是干嘛呢？又冲过去干嘛呢？哎，这是干嘛呢？大哥，你，老天哪，这都没死，你不如出个名刀呢，你行啊？哎呀，我真是个蠢 boy， 没抽到。哎呀，气死我了！咋办呢？咋办呢？我有点，谁都戳不到呢。你又过去干嘛？你又过去干嘛呢？我请问。大哥，死了吗？我活了。比尔，滚！这个比尔滚，哎，这个比尔滚，这个比尔，哎，打！对面那个小乔确实今天晚上睡醒在偷笑。坚守勇者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不屈的意志。你还给我 respect， 我可以给你点个彩。可以啦，不用看了后面的。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好看的，笑了，就这样吧，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好看的啊，拜拜啦，龙铁们，拜拜。闲置的心将于喜了。伽罗是 MVP 呢。天哪，都这么晚了，不行了，拜拜了，只能下了。就说这句不该打吧。对呀，早知道刚才我们俩就是演一下了。对呀，这种，哎，我出这个，真的假装。哎，感谢各位，感谢我们小英老师，感谢欢智老师，感谢我姐姐，感谢丹丹，感谢阿瓦拉克道，感谢我们月老师，感谢我姐姐，感谢丹丹，感谢罗一晨曦，感谢念念，感谢各位，今天到这里啦，拜拜，晚安，各位，我叫什么？周一见吧。晚安，我叫什么 ？Goodbye。下播我也。